上一次在电话里跟你提到工作的事情，就真的要拜托你。知道我们出过劳了，真的比较难找到工作。护士这个行业，我也真的不想再回去。我希望可以在律师事务所当实习，吸取一些经验。我的课程很快就要完成了，到时候我就可以。我会帮你问问看，但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。毕竟我那些律师的朋友，个个都很忙，不像你，还在休假。那就拜托你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那么快就要走吗？我有些事啊，再聊吧。李建雄啊，是我的学生，现在啊，可是律师界里鼎鼎有名的大律师了。我跟他谈起你修读法律，我就让他介绍你到他律师楼当助理。争取一点经验嘛。对了，待会见他的时候要礼貌一点，别乱说话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啊，我先上厕所一下，你等等我啊。哎，好，没事没事，让我跟你介绍，这是我外孙徐浩龙。你好，陈叔叔。你好你好。你外公经常都有夸奖你啊，你本来是专业护士，后来又专攻法律，不错啊，很有干劲。坐坐。哎，坐坐。两位想喝些什么？咖啡啊，一样。校长，下个月15号的救生联谊晚会，您出席吗？请柬我收到了，到时候我会出席。对不起，我去打个电话。